很久没有比游泳了，来啊！输的脱裤子。一、二、三。跟我想的一样，都没人。哎，你们两个是不是男人啊？快点啊，快，快过来！吴贝贝，你确定这边可以随便进来吗？没事啦。你觉得单细胞生物会想那么多吗？大不了我们就一起绕跑啊！谢谢你们哎，不过我想我还是先回李明办公室。把文件处理好。玩太大了吧！吴贝贝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吴贝贝，不准跳！白痴啊！你根本下来了。好凉快啊！吴贝贝，你疯了？你忘了你不会游泳啊？农历七月过了，不代表你不会被抓交替。有你们两个在，没关系嘛。就算我们在，你也不可以这样啊，很危险，万一出事怎么办啊？所以俊凯。你也要跟我们一样哦，只要我们在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就算你今天不想当乖宝宝俊凯，我们两个也会奉陪到底。很久没有比游泳了，来啊！输的脱裤子，脱就脱，怕你啊！玉轩，你该不会是因为小华事件才这样比吧？哎，那跟我无关。走，走，幼稚鬼，再叫，让连内裤都不剩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要脱之前要先跟我说哎。他看到该看的东西，我会睁着眼。预备备，一、二、三。谁？谁在那边？
走了，赶快走了。